恭喜会员飙股一棒接一棒，看节目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9号，又到了开心花、用力花、尽量花的星期五哈，再次恭喜我们的会员哈。飙股后近期就是一棒接一棒，吃喝玩乐后也可以赚得这么轻松，吃喝玩乐的三富波段大涨，股价翻出三倍，恭喜会员，短时间后长辈股就是一只接一只。为什么呢？近期吃喝玩乐我们就两只长辈股咯，三富跟五福哦，五福跟三富赚不够，新天地、宽宏艺术、裕国赚来豆，还有华研，好恐怖哦！老师，你涨得最慢的，来，宽宏艺术三天三涨停，不过是里面涨最慢的，为什么？新天地喷出去三富、五福喷出去，今天宽宏也是创新高，恭喜大家！吃喝玩乐这么开心，你光这个礼拜吃喝玩乐赚到翻了。为什么？礼拜一妍希三档股票涨停，礼拜二妍希诞生了今年的第11只长辈股，礼拜三5只涨停板，昨天4只涨停板，今天股价来换到 AI 涨不停，恭喜大家，我们的万岁爷万岁万岁万万岁接棒演出，有没有看到妍希之前就跟各位预告的会不会越关越大尾？我们看下去，我们看下去齁。所以再次恭喜会员齁，好恐怖哦，老师，会员齁说，老师，我盘中看到那个股票在飙啊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么准的老师。谢谢大家齁，谢谢大家的爱护齁，这里我要先还是要跟所有的会员讲一下齁，真的不用再寄东西来，我最近吃的好多哦，尤其是因为端午佳节快到了，我今天又收了一大箱的粽子。谢谢会员齁，都知道我很爱吃什么，其实我就是爱吃我们的台湾小吃。好啦，谢谢会员齁，所以今天齁可以看到我们近期吃喝玩乐一直赚，对不对？一档接一档，再来呢，今天又看到羚羊创新冲出去，还有万岁爷接棒演出，还有那一档，哪一档？财源广进，财运亨通，差一点点，叮咚，亮灯涨停板。老师，今天感觉太舒服了，记不记得财源广进、财运亨通？我是这个礼拜早早跟各位预告的，我说很特别，是 AI 的技术。然后呢，千瓦级 HPC 相近末世冷却技术，这个要用在哪里 ？ChatGPT。其实大家现在看到就知道 AI 就是主流，毫无疑问。毫无悬念，重复一次哦 ，AI 就是下半年的主流，毫无疑问，毫无悬念。所以你看到哇，老师你两位数讲的羚羊创新今天又创高，哎，对啊，因为你创意赚不够，爱普又赚来豆，你爱普又跟我说赚不够，羚羊创新赚来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然后呢，再来这一档。财运亨通，接着赚来斗的感觉好不好？非常好啊！那也不要忘记了哦，万在今天亮灯哦，万在除了汽车引擎冷却，还有 AI 伺服器的冷却哦。深耕产业做股票就是这么轻松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哈跟着妍希，把妍希的产业的用心、产业的认真看到你心里去。好，所以想要了解这档财运亨通。财源广进的好朋友，记得要去听节目。好，那个礼拜一就预告的。来，今天因应粉丝要求，吃喝玩乐超级会赚，三富五福新天地宽宏艺术，我们的动力火车的华研裕国，哇，转过来转过去，转过来转过去，现在又变羚羊万载财运亨通，转过来转过去，转过去转过来。更恐怖的是，老师，你的老朋友也赚不停呢、欸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说了，今年到目前为止是六月，你可以看到谁是老朋友。今天有没有散热的概念、热管理的概念？叮咚，就是高丽。我也讲过，高丽跟万在做的东西有雷同，记不记得？我节目通通有讲。
我要大家把产业看清楚。当你把产业看清楚，找股票非常轻松。今天漂亮的是什么？高丽叮咚，联宇创新高。再来呢？哇，老师你好恐怖，那个华福也是很恐怖。对啊，标股早就在你口袋，我就是老朋友新朋友通通都是赚。来，今天老朋友有福了。为什么我要讲重情重义？这是因应端午节没有错，但是我要讲，我知道很多有一些是老朋友，可能过去参加过研习，或者你过去有参加过我们华冠投顾，因为我们华冠投顾在业内已经将近超过20年，好，我们成立超过20年的公司，老字号的公司。那我这里要讲，只要你是我们华冠投顾的老会员或是研习的老会员，你就是我的老朋友。老朋友呢对你一定特别好，一定后是把最好康的私房菜拿出来给你，这样你了解吗？再来呢，你会期会费老朋友就完全不用担心。我们是就秀情的人，秀情是重感情，好，这样讲可以。好啦，好，欢迎老朋友可以回娘家。好，今天特别推出这个重情重义的专案，会费会期都不是问题，妍希挺你哦，下个礼拜再见。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